朋友们，最近小龙虾上市了哈，我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今天要实现小龙虾自由，走开买虾，走。老板，你的小龙虾肥不肥？肥啊，都是自动的。好，年年。是是啊，是我叫你嘛，烧点儿。烧不下去，等会儿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晓得看不下来呀。来，我撑点儿嘛，撑点儿。一号。来的好。最后一句吃爽哈，然后吃伤了以后，那也不香了，太贵了哈，太贵了啊。还好重要啊？我这要二十来斤。要了，吃你。好多钱？拿单的嘛。哎呀，又打上头单了哦。拿五十的算。明天继续算哦。要的。左手漂亮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王视频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做龙虾呀哈，三种口味的。如果有一种喜欢，你们就赶紧收藏保存哈。开干。这儿龙虾好硬喽。是这儿龙虾。给进去肉了。开始给点味道了嘛，等会儿你吃一下喽，巴适的板。这个清虾还是比较干净哈。剪掉虾头，保留虾线，肉质更紧实啊。再清洗一下。轻轻的一下，别把虾往到头了。阿哥，点火哦！要得，开干了。锅烧宽油，六成油温下到龙虾炸哈，油炸十五秒，起火备用，好漂亮。炸完都还那么多啊？那我打电话要人了，看哪个运气好能赶上这顿。哎。你啥时候换的新手机啊？我没有给你报经费的嘛。这是秘密，我才不能跟你说。拼多多为了配合开春大促销，特纳税部分苹果十三库存啊，做秒杀活动，不用拉人拼单砍价，还支持全国联保，国行正品。现在数量有限，快速通道给你们放在评论区了，你们赶紧去点链接抢嘛。那我这手机也该换了，我去试试，你赶紧做饭啊。准备点芹菜、香菜、大葱、小葱、姜片、洋葱，锅留底油，下入香料，再过料油。炸开以后盛出来气汁，大蒜当成蒜蓉，加入清水淘洗哈，避免发苦，再滤出来挤干。锅留底要下入蒜蓉，小火炒热，来点鸡汁儿，调味盐、八百糖，下入小龙虾，下两瓶啤酒，大火烧十五分钟，再大火收汁。鸭子来起锅，点缀香菜、蒜蓉、小龙虾送给你们。油在下头葱姜蒜香料我打屏幕上了，你把干下去，下头豆瓣儿，下龙虾，下头啤酒，放点清水，调味盐巴进行白糖胡椒粉，大火焖二十分钟，再大火收汁，来点葱段，鸭子来起锅，油焖小龙虾送给你们，油在下葱姜蒜。海鲜面，撒两豆瓣儿，花椒，下一瓶啤酒，半瓶清水，水开后熬五分钟，打去料渣。第一次放入十三香，下入龙虾，调味盐、八百糖、蚝油、生抽，撒开后大火煮十五分钟。第二次放入十三香，再来点鸡精，烤转烤转，鸭子来起锅，葱花收尾。十三香小龙虾送给你们，来哦，亲哦！要得很干，看查生你命好好嘛你。第一个这龙虾哪你碰到的晓得不？啊，我吃个蒜蓉的。我也不来，我也不，你看我讲你咋不哈？啊，我已经一年没吃了，我讲你咋不哈？你看，我去，我一口，你看我小龙虾好肥啊！你看，我要开个戒指叔叔。来嘛，你看像啥子上？来，就蘸上汤汤的。然后呢，来。嗯，可以。嗯，我是今年做的头一顿龙虾，我就一直今年做最贵的一个龙虾，但是汤汤呀，哎呀，这个汤汤吃起巴适，这个蒜蓉味道是巴适的板啊。哎，先说这个蒜蓉哈，哎呀，太爽了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啊！如果小白哥小付了，就用我们，我咋没？我咋没？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。